罗在闹脾气，我缩在被窝里。泡好的可可因为太烫了，想等会喝就总忘了，已经凉得喝不下去。好像听见外面有些什么声响。咦，有雪一样的东西从天而降登场。它就是雪，看把当地的孩子们嬉戏的疯狂。他们应该都是第一次见，成群结队的组织起了游戏。我想在落地窗上写下点什么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但把手放上去才发现玻璃上的是长在外面那一层的雾气。也是，他们在雪地里打闹嬉戏，相比之下更冰冷的当然是只有我一个人独处的屋子里。那就在这里看着他们玩呗，反正也习惯了坐在观众席。无法入眠，吵闹的洞穴，午夜的黄昏不知疲倦。我无所谓，反正都无间，安静陪他们数着时间。耳机里播放着深海少女，想象着会不会有人也对我说，你的眼睛里藏着好看的风景。但是连门也不出，晒到太阳的机会都不多，被手快发霉了不是危言耸听。哇，暖炉突然运作了起来，机械声响的像是它来自上个时代，倒是帮我把外边的吵闹声都给掩盖。手脚越来越暖，几乎要在被子里闷出汗粒。喝了一口凉了好久的可可，冰得让人背脊直立，内凉外热的刺激，想提前偷尝夏天的冰雪碧。不孤单，和我作伴的还有这片雪地。